输啊！开心呢！我小时候看，哇，坏蛋！高恒炫跟深白泽配啦，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跟深白泽，还是深白泽？太久没关注他们。讲啦。对，我听说好像退赛，我知道高恒炫好像退赛，可是我不知道他配的是深白泽。
过那些的。那我说他的对象，他的就是法国。Thank you.
护法直接前面抓哎、哎呀！什么灵韵什么